唔知道大家有冇記掛前財政司長曾俊華咧？如果想見佢一面咧，不妨去戲院走一趟喎。曾俊華就好中意睇電影嘅，而家落得清閒啊，梗係要猛咁係咁睇啦。最近啊，佢睇咗三部電影咁多啊，包括《教父》《無限期》《本日公憂》，同埋由周潤發主演、跑雲全個油尖旺宣傳嘅《別叫我賭神》。John曾遇到佢，梗係會同佢同框啦。曾俊華仲話對影后啊陸小芬主演嘅台灣片《本日公憂》咧有好深刻嘅感受，認為自己同主角一樣啊，只係會做中意同埋值得嘅事嘅啫。佢話即使有多多錢啊，我都唔喜歡被逼去做一啲唔喜歡嘅事嘅。呢句説話唔知道有冇啲咩深層意義咧？